他拿个东西回家，然后今年一路发发发，谢谢。谢谢导演，导演讲到重点了。过年有两件事，第一件事就是到台北年货大街办年货，第二件事就是要进电影院看《光甲大人转男孩》。所以过年好忙哦，又要办年货，又要看电影，但是会很开心。一定的，因为这个年就是大家要一起让这个年沸腾起来，对不对？是，团团圆圆，好开心。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邀请我们电影里面郑家的代表，我们的淑媛哥跟我们的国民阿嬷，我们的竹美阿嬷一起来，两位一起来。好，我们先麦克风给淑媛哥这边，有请快手爷，新年快乐！哎，等一下，阿嬷，你有没有什么话跟大家说的？阿嬷没有话跟你们说。有，我帮阿嬷准备麦克风，都有，来。我拜你了，好不好？阿嬷就还你。阿嬷大家好。阿嬷说完了。好，你。恭喜大家哈，恭喜发财，发财转旺吉哦，新年好，身体健康最重要。是，谁到？以为谁到？2月9号，大人转男孩。2月9号，花甲大人转男孩。一起来玩，一起来玩。是，阿嬷说2月9号一定要进电影院。对，花甲大人转男孩。好，阿嬷。这个台词也准备很久，很用心哈、哦。阿嬷，我超爱你的。哎，我们看到阿嬷都好亲切，好像每个人都念说的赶快，对不？对，因为他是广众的阿嬷，就是国民阿嬷。真的，国民阿嬷，以后就是国民阿嬷。今天看到淑媛哥也很开心，过年也是很常这个跟大家围炉，甚至来年货大街买年货，对不对？我从来没有来过年货大街买年货。哦，今年要来哦，好吗？哦，今年来过了，这明年再来。哦，明年再来，哎。今年会什么时候来预告一下？因为粉丝们可能很想要赌你有没有跟你一起买年货。没有，今年从2月9号以后，我都待在电影院了，因为每天都要看《花甲大人转男孩》。趁现在，然后办完年货就去看电影，这样对对对，每天在电影院里面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是，谢谢。接下来呢，要请这个我们三位留步，因为前面刚好有三道菜，然后刚才我们的主厨哈有介绍到，这个今年的年货特别不一样，我们要让年轻人也可以做年菜，所以年菜的名字很特别哦，例如这个丽尼香菇聚聚卷很特别，还有这个超虾。花茶沙拉介绍一下，还有这个云林太子意大利面，阿嬷也一起来。那等一下，我想请我们屈导呢，跟我们淑媛哥还有阿嬷，我们就来试吃一下，感受一下我们年轻人做的菜有没有合你们口味。现在是这个世代交替的意思吗？哎，不是不是，叫老人来吃年轻人的菜，你一点都不老，对不对？你们说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希望哈、哦，这个我们年轻的朋友做出来的菜可以让大家都满意，好吗？感觉这个菜名都是卢广仲做的菜，对呀、啊，鸡鸡卷，哎呀，超香沙拉，超香，超香，鸡鸡，这 OK 吗？没有，我们这个菜哈、哦、有一点结合年轻朋友喜爱的枯手的感觉，好吗？名字很特别。是，哎呦，主厨也一起来，主厨，来哈，我们主厨都好年轻哦。对，我们连主厨都很年轻，因为我们年轻人要一起做菜，所以我们连主厨都很年轻。主厨很年轻吗？来，我们俩看谁比较年轻。你们要说实话，谁比较年轻？你这几年发生什么事？没有，主厨要试菜啦，所以常常要吃很多。主厨帮我们帮单位介绍一下，比如说试吃的话，你会建议从哪一道菜可以先优先下手？哦，试吃的话，我建议可以先从沙拉这边，因为它是带酸甜味的，就全部都是台湾在地小农跟有意食材去做出来的。好。台湾的味道，台湾的味道。那我们筷子也准备好，都是最干净的，请去导还有我们的淑媛哥这边有请。好，阿嬷 ，baby 哦，非常的干净哦，干净可以来。看要先试哪一道，但主厨是先推荐我们可以试这个刚新鲜现做的，我们的超虾花茶沙拉，还有很大只的虾子。阿嬷说只要先吃这个，阿嬷这哪一道？跨年华裔。嘿，好，沙拉很清爽，很适合当前菜，有没有？好，来，嘿，好。这个超虾的沙拉很健康，健康，酸酸的，
酸酸的口感喜欢吗？石原哥，我喜欢，我觉得我整个人都健康了起来，都健康起来，容光焕发，眼睛都发亮了。里面到底放了什么？哎呦，哎，主厨来介绍一下。好，这里面我们用了洛神花跟桂花，先去熬出它的酿，然后再去加上新鲜的荆棘汁，对，取一个光年的荆棘的口感。哇，这个荆棘太吉利又好吃。对，然后我觉得一个酸味，然后引出它的鲜。好。感觉妈妈很想了解多一点。小叶菜都是台湾辛苦的小叶菜。对，重点是我们这些菜还有食材在年货大街就买得到，大家也不用跑很远，年货大街就买得到。应有尽有啊，年货大街真的什么都有哈。屈导，然后石原哥、阿妈都大致好，非常非常的好评这道菜。接下来这个要让你们更惊艳了哈。这个利尼，这个吃了会唧唧的，我们还是请广众来吃哈。你来吃了。好，这样好不好？我们请我们年轻演员的代表也一起上台。年轻演员终于，其实我觉得就大家一起来吃吃看嘛。花甲、阿伟、雅婷、花明，我们四位先上来，我们让你们四位优先抢先吃一下。你可以用这边，用后面，前面我吃过了。好，阿妈要捆起来哈。来，我们也请局长先留步，我们先一起，好，画面比较热闹，比较好看。广众，你先看你要先吃哪一个？刚才我们屈导跟石原哥还有阿妈试过这一道，我们请我们年轻演员代表可以来试一下我们的利尼香菇居居卷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新的筷子帮我们演员准备一下。利尼香菇居居卷。对，里面有我们年货大街买得到的栗子，还有干货，全部香菇都在我们年货大街买得到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直接就动口动手，大家都很客气哦。先吃，等一下再跟大家问候。一人一卷吗？他这个吃就是直接夹起来就可以吃了。好，直接夹，直接夹。好看你要一口吞还是两口吞。好，你们一边吃呢，我也请我们三位店家代表们一起来分享。尤其还是要煮汤。哎，真的，我们香菇栗子都可以煮汤。好，刚才讲到干货，哎，这些干货在我们年货大街也买得到，对不对？没有错，这些全部都是在迪化街当地可以买到的食材。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店家名称比较好找？第一道菜的食材要到你们家，男女版，你们家叫什么名字？我们是迪化街一段92号联通汉方，就是利用我们的花草。对，联通汉方，所以要买这些花草啊，还有各种的配料食材找他们。好，来第二位老板。我是迪化街一段113号长盛药行或长盛行都可以，我们这边可以买到所有的干货。所以刚才提到栗子找你们，香菇也找你们家，干货都找你们家哈。来，还有第三位老板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李俊盛，然后我们在迪化街一段203号。对，那我们的特色是野生的乌鱼子。对，野生的乌鱼子，那这次就是用意大利面的方式去做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可以试试看。哦，所以老板你们家的野生乌鱼子，等一下第三道可以试吃得到。这一道真的很经典，很不一样哈。来，你们都吞下去了吗？因为刚才你们整个肌肉在嘴巴里面哈，所以让我们演员们有时间来消化一下，好好的品尝一下，感觉广众吃的很满意。广众这里有请。我们刚才吃了利尼香菇居居卷，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它吃起来蛮有鸡味的，特别是用鸡肉做的嘛。就是鸡肉。来，难怪我就觉得我讲不出来，形容不出来。对对对，就是很像鸡肉，那好像有一种碳。是香菇啊，是香菇，就是香菇。你放了香菇，哇，那是香菇。所以让人以为是炭烤的感觉，其实是香菇的味道在里面。外酥酥脆脆的。好，先煎过，先煎过，很好吃，对不对？几位，来，所以这些其实你们在家里都可以做啦，哈，对不对？所以请问一下，过年除了来年货大街之外，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？就是呵呵，小时候讲一个不一样的，还要怕被人家骂，还是看电影。好，来，我就是让你有机会说看电影，因为过年就两件事，来年货大街，然后去电影院看什么？花甲大人转男孩，太开心了，谢谢。谢谢
规划一个一日行程呢，就早上看电影或晚上看电影。一日游你都排好了，好开心。来，我们先让主厨跟我们老板们先休息啦，然后因为我们等一下呢要先进行一小段的媒体联访，再拍大合照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先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撤掉我们的年菜的部分，然后呢，我们要请所有的演员，还有我们刚才没有邀请。